这是猫屎吼，猫屎的落果。你啊猫屎啊，有人要种吼，啊你啊想要种猫屎，足简单的吼。你这落果起来要开开吼，破开，吼破开，迄内底有籽，啊我加开内底你就看到籽。一些成熟的自己掉下来的，一些内底籽拢熟的，啊内底有这籽。这款籽较大粒，你无看到这籽，啊，这做一粒籽的，做过一粒。啊，你若想要试一下这猫屎的味嘛，会使啦，如果介好食啦，药汁也是可以的，无毒的，我捌食过。我这籽较大粒的，哦，这籽籽也是要挖出来。哦，一个籽粒是五粒籽，哦，五粒籽。背不起安尼，啊！你也要种吼、哦，你这等于啊用一个培养土，这毛是搬到坑哦，坑到边边，培养土我扛起来就好啊。培养土我扛起来，足紧个，足紧个发芽啊！啊！你唔好拍个大，你也拍个大吼，这种毛是你种子啊拍大了，伊就死去啊，无法度发芽啊。所以你个爱马上种落去，伊个马上发芽，哦，足紧个发芽啊！哦，有兴趣种个啦，啊，朋友甲试看卖啊，吼，啊，真趣味，啊，出来规丛拢乌的，哦，毛子啊，些小儿子咧，拄啊发出来拢乌的，即个毛子是长翘的吼，啊，那它破一粒，只不过来破一粒，破几粒，来背开，哦，一粒内底嘛过了两只，吼，哦，一只，啊，甲起来剪。这五粒籽，我当作安拢十粒啊。你若要种种子盆栽，安尼就做，安尼就发出侪出来。好，咱来食一下这毛屎，放甲烤一摆吼。再来食这毛屎，拄啊白贵的，或者拄啊白贵的毛屎，食是讲袂歹食，袂讲介歹食，而且在当下较好食。这菜单啊，还无啥吧？这种这拢，这不是咧主要咧食吧？拢死较济啊，吧就死啊。不是会食啊，不是会食啊，吼。大家袂中毒啊，大家安心。无吧？好，食完啦。好，感谢收看。看到要去食什么？来，我再来听啊。看要想要看试试什么的留言，我再来试试。好、哦，哎呀，我倒我唔敢食啦，好、哦，我倒我较敢食，好、哦，谢谢。今天是8月15号，8月15号。